都立定好专辑哈，在后边咱重新吼，台高炸哈，台高炸。那今天是我们新北市罗区第三届的里长候选人的号志抽签了哈。啊，感谢在座的所有里长候选人哈，亲自来。啊，那代表公所，感谢各位的莅临哈。那我们等一下哈，对于那个抽签的方式哈，我会请那个我们执行秘书哈，我们关总科长哈，来跟各位报告。啊，那我们主要是抽签的顺序哈，是以当时我们来登记的时候哈，登记的时候的顺序作为序号来抽签。哦，大家都各位的座位上就可以知道哈，先来登记的先抽了哈。啊，最后对祝各位候选人哈，心想事成，啊，事事如意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请执行秘书说明抽。